说人情冷暖，送世间百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这话不仅适于爱情，对于亲情也是如此。在非独生子女的家庭中，父母偏心眼是一种常见的现象，往往在最小的那个孩子身上倾注更多的情感，而作为哥哥姐姐们，从小则被家长教育要不计个人得失去爱护弟弟妹妹。当父母感情的天平倾斜了，子女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内心感受却完全不同，甚至因为父母的偏心导致性格和命运发生很大的改变，而被偏爱的那个就像生长在温室里的花朵，缺乏面对风雨的魄力，一旦离开父母的呵护，便失去了生长的养分。在父母不公正的对待下，没伞的孩子必须要学会努力奔跑，生活上的各种磨砺反倒培养出他们积极向上的心态，而最终父母也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，因为在关键时刻能指望上的恰恰是当初他们最不待见的那个子女。曹曦和丈夫小峰结婚的时候，婆家只是象征性的给10000块钱购置三金和结婚的服装，至于彩礼和婚房连提都没提。不过这些并不影响曹曦要嫁给这个男的决心。当时小峰还只是一个快递员，每天骑着电动三轮穿大街走小巷送快递。他性格好，对谁都很客气，货多的时候经常没空吃饭，便来曹曦店里要杯水喝，就着馒头咸菜一顿饭就撮合过去了。曹曦在亲戚开的服装店上班，在形形色色的顾客中早就练就了一双慧眼，觉得小峰和别的男人不一样。他虽然是送快递的，但是凭劳动挣钱吃饭很光荣，于是曹曦主动的表明心意。两人成为恋人之后，曹曦证明了自己的判断，小峰除了工作上进，对待生活也充满热情，烧饭洗衣服样样在行，身上没有一点大男子主义，对曹曦更是万分的体贴。曹曦全家都推着他赶紧结婚，别错过了这么好的男人。在和婆家接触之后，曹曦察觉出异样，按说小峰每个月工资大部分的都交给了家里，孝顺母亲，关心弟弟，在家应该有地位，可事实上公婆对小峰态度冷淡，小叔子更是不尊重他这个哥哥，对他直呼其名，说话很不客气。一天晚上，小峰对曹曦敞开心扉，说起自己的身世，原来他并非公婆亲生，公婆结婚数年没有孩子，经人介绍收养了6岁的他，开始公婆对他非常好，然而8年之后弟弟降生，他在这个家的地位一落千丈。公婆将全部的爱都放在了自己孩子身上，要不是小峰年龄大了没人要，公婆都想把他给送走。小峰重感情，他感激公婆这些年的养育之恩，对于他们的吩咐，小峰言听计从。他们不让他上学，他便乖乖辍学去打工。他知道自己挣的钱都被父母拿来花在弟弟身上，可他毫无怨言，依然默默付出。这些年，小峰做过学徒，端过盘子，送过外卖。有天在送外卖的路上，他捡到了一包货物，按照上面的公司送到快递公司。老伴觉得他诚实有信，便邀请他加入。就这样，小峰又改行做了一名快递员。曹鑫听完这些经历，更加坚定地要嫁给他的决心。婆家为他们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，所有礼金全被克扣了。结婚第二天，小夫妻俩便继续进城工作，立志要迎来新生活。经过几年的打拼，小峰另立门户，有了自己的店面。曹曦生完儿子便辞职做全职妈妈，夫妻俩按揭了一套房子，一家三口美满幸福。见他们有钱了，公婆的态度也出现了变化，张口闭口儿子儿媳孙子的叫着。小峰是一个有良心的人，再忙也经常抽时间回去探望养父母，还每个月给他们2000块钱的生活费。然而这些钱公婆自己并不花，全给了那个不争气的小叔子。小峰有时候劝父母狠心一些，弟弟已经是成年人了，应该让他自食其力，家里总不能养他一辈子吧。公婆嘴上答应，可转身依旧对小叔子纵容。20好几的人了，每天睡到日上三竿，吃喝端到床前，还要求名牌穿戴，只要没钱就打发父母问哥嫂要。其实做这一行的挣的都是辛苦钱，养老婆孩子还房贷还是一笔不小的支出，但是手头再紧，小峰还每一个月给老家寄钱。然而小叔子越来越过分，居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。小峰苦口婆心规劝过很多次，却不见收手。前两天婆婆说月子里的樱桃熟了，
周末要给他们送钱过来。一大早曹西就去菜市场买菜招待婆婆，想等母亲节到了吃完饭顺便带母亲去父亲的商场转一转，给他买两套换季的衣服。谁知没有等曹西开口，席间婆婆主动提了，母亲节到了你们别给我买东西，直接发红包省事儿，加上下个月的生活费一共给我4000块钱吧。曹西被婆婆的开价吓着了，母亲节就这几年才实行的，因为时间正好在周末，一大家人凑一起吃个饭，送件礼物表达一下意思，婆婆怎么就当正儿八经的日子来过了？小峰猜出大概他问母亲是不是弟弟又闯祸了，等着这些钱去填补，母亲承认了。小峰当时就火大了，从口袋拿出500块钱让他吃完饭赶紧走，至于下个月的生活费，如果婆婆依旧这么补贴小叔子，那生活费也就别想了，毕竟谁都不想让自己的钱被浪费。婆婆看这样子也是怂了，灰溜溜的就走了。其实婆婆心里现在清楚现在的状况，如果小峰真不给生活费，那他们真的就活不下去了。父母养育子女，子女孝顺父母，这种轮回是责任也是义务，可是父母不能打着养老的幌子剥削一个子女去补贴另一个。要知道每个人赚钱都不易，这种区别对待会让孝顺的那个孩子心生反感。孩提时代或许没法对抗父母的偏心和不公，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有了抗衡的资本，一家人需要相互温暖，相互尊重。如果我的感情付出得不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尊重，那么久而久之我会放弃融入，重新做回自己。再次提醒那些不一碗水端平的父母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你没有选择偏爱哪个子女的权利，但是做事之前要想好后果，得到与付出成正比。当你对子女的爱缺斤少两，以后的回报必然也有折扣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，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Thank you.